十四安乐行品，五欢喜歌，温蜜点滴，曲三。结诸如安乐行，或在顶上结诸，会当安乐行。令安乐行的人，即令或在顶上的结诸。菩萨心就是为了安民，各有情就是要让众生欢喜，让大家欢喜，安息和好不争，自以自善，乐切利他一己，无所不备，各种有诸，总是为了一大事因缘。结是如来为天下众生广结因缘的总会集所。地藏，地藏良缘，地藏美好的因缘，地藏无量的正常缘，这是佛对咱永恒的眷顾，这是佛对咱永恒的守护。所以讲，佛是众生的大事主，主宰劫来，是佛为了接受生觉众生呼唤的感应器，即是千处所求千处应。从不知结诸中有诸得到获得，方知主宰劫来，咱就应该知影。结诸就是咱最初的本愿力，早知天下众生得做了无量无边的美好因缘，咱当然爱摄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咱当然爱对大家好，爱得到辩才无碍，如是度众生，才袂反为被众生扭跌走，是安乐行之一的何为亲近处，就是结诸的真谛。咱就应该知影，诸就是无量诸佛接引咱的感应器，诸是汇集所有千百亿化身分身的总归所。诸是收纳所有行者每一念念念的善念，诸是整合咱所有的善念，你随之生发为一处一处又一处的正常缘。诸是顺心无恶的最初发心，获得结诸的行者，即令不见世间故，不见世间错。世间哪有故？拢是我的错。到这，所有一切事物，拢会转复为净。如来号称净遍地，从今以后，咱也袂搁再成颠倒了。同于一切众生起大悲相，以诸如来起诸佛相，以诸菩萨起大殊相，是悲，是愿，是度，是咱的法界内，各除了地所天下众生的梦想，是如是恭恭恭的因缘。是咱的结诸，已在坟墓中浅浅现露；是咱的结诸，伫个呼唤要见如来，如来也正在接受；是咱的结诸，如少年比丘伫个弄错如来家事，何妨因判顺回当初灵山会上的伴侣来相会，获得一处，
会当予咱安营的入园那来游戏，对敌结束，就能圆满一代事姻缘，灌输自在，下属理性，运用自如，对敌结束，就能以各有情的正事为心，刻入众生梦想的梦中。当下放下的对，打破迷茫的环境，司机撒地一声，忽然忘觉，如是当然瞬间相眼，回视梦中，应在梦中境界分合，觉知是大通地幸福的时，就为咱所觉的。就是为了怕咱穷，怕咱生活未快乐，结束是如来为咱立下独生的建功所想的，是如来论功行赏，赐予咱最高的无上荣耀，予咱发出阵阵满愿用声的成就感。予咱一种无可思议、不可成就的无上妙处，如何获得如来的吉祥处？此事思之不及，累之难比，梦想未到，日日即实，六零一安乐行持，念念正思维。刻入众生梦想梦中，心心随顺本愿力，如是昼夜不忘，奉持如来家书，奋勇顺回家己的人，像是家己的人，像是如来世家的子孙，悉达多跟耶稣多罗千金小姐甲万金和尚，如是对的结定处，就能如普贤立正定处，现行十方界，遍入有情心，为天下众生得入金刚境界，这就是法华实相三昧的真谛。如是可见，真是妙理，凡有修者，无不受益。六令真正悟了安乐行品，分毫也未安，分毫也未快乐，分毫也是有多余的空间烦恼。迄个执着，必然念念生欢喜。时时安乐行，是地座，是顺愿，是好法，是感应。